比这条歌很多团体都跳过，但是现在在台顶跳的学生说是要用更加多时间才获得练到这个程度，因为有特殊教育让他们进步很快，官府也在这里看到到底特教的成果。那么立新政府呢，哎，在这里应该讲话呢，啊，非常的啊着重，所以我们教育处这边呢，还有一个特殊教育科呢，来负责这块领域教育。那么今天呢，啊，看到刚才各位小朋友的表演呢，很可爱，也令人非常的啊感动，也可见我们呢，啊，特殊教育呢，啊，也有所呢啊成就。讲到特殊教育，大家马上会想到发展迟缓或者是身体有障碍的囡仔，其实特教的范围真宽。我们在特殊教育这个区块里面有分为两个部分啊，那一个是属于刚刚秘书长所提到的啊，资户优异的啊这个学生，那这些学生在开始的时候，他会啊比我们一般同侪啊，他会啊走得比较快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啊，就是针对于啊，我们一些学习比较缓慢的，啊，也就是啊，这个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啊，需要更多协助的这些小朋友。特殊教育的对象有真侪种，不过比较弱势的学生，相对之下，真正需要大家付出更加侪关心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需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特殊的啊教育的方法，用更多的关怀跟关心来支持这些小朋友。那县政府在这几年来，对于特殊教育部分的一个努力啊，我想除了在校园的学习环境上啊，我们不断的改善啊无障碍的学习空间，那另外一个部分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添购相关的特教的相关的设备跟设施。无论是老师和志工教囡仔做点心、学手艺，或者是在跳舞中找到快乐，只要付出爱心和关心，所有的囡仔拢有机会在教育中找到成长的快乐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